接下来是来自竹崎乡的消息，嘉义县政府为了带动竹崎区的经济发展以及活化鹿苑薰草历史文化园区，年以三山叠龙未来超市为主轴，说明会以大件名义来赢取强势。竹崎地区议员詹良特、张桂基、詹文素莲、何祖环以及竹崎古村的村长拢热心对鹿苑客家文化园区的新蜕变提出看法和需求。嘉义县政府为带动竹崎区域经济发展以及活化鹿苑薰草历史文化园区，年以三山叠龙未来超市为主轴，说明会以大件民意来赢取强势，邀请竹崎地区所有民意代表列席。竹崎地区的县议员詹良哲、张桂忠、詹黄素莲、何祖环以及竹崎各村的村长会宝贵意见。县议员詹良特表示，多次甲县长陈华官讲到鹿苑客家文化园区进步改变的需求，也获得县长大力的支持。所以讲就简单吼，甲村长讲这个理念吼，用台语甲讲较明白，互大家听。这就是示范基地，示范基地。你若想新光谷，啊，这开偌济，这准备要开销5000万，咱就比我带领下，我拢会甲县长切。啊，就是讲，你讲讲，哦，啊，5000万，叫来起啥物，起啥物，有人啦，啊，有人就冤家啦，我嘛就伊报告啦，才八分偌济啦，2400个啦，所以管家己管政府管理管得来较工作，对不对？对无？啊来啦，啊乡长就，乡长就，我来叫我，我来围，无安尼啦，所以来乖啊，这来培养咱德来乡的少年啦，城乡特色，哦，这两个城乡特色。想办法写一个真贵工，无装无规划书，反正会写一本写几个月，安想尽办法用合法的条件、理由啊，伫报顶完准，毋是你甲讨着偌济份，你爱准，你毋讨就无份。讨这条钱落来来准来，第一个顾着农业，农业就包含着产业。管理员詹黄素莲表示，竹崎乡是水果之乡，对水果的生产销售有伊的重要性。做用心的投入，阿妈。贴近民众，我们这个构想就是要贴近民众，因为你家所以较清楚的了解。在地鹿苑管理员张桂忠最了解这个鹿苑客家文化园区的历史，尤其是原地的人当初是要让文化产业的使用，未来对于文化文化应该有具体的呈现。李处长，我们这边讲吼。需要讲，互你配合，互人当下来个只有通看，互咱较早做的路是真艰苦，是安怎做？吼，啊，阵的步就是讲，互咱互恁的设计较有专业，吼，以后甲未来甲有会开发，啊，甲会。管理员何淑媛也认为，德佳有三大引领将启动，将带予德佳向未来的欢迎。是咱的清水工，咱的管理吼，啊，佮有咱的这个德佳会社长。就是生田这个游戏系统嘛，啊你知影即马咱的德佳讲1.7亿，咱的前瞻计划内底已经争取到1.7亿的这个水资源环境的整理情况，后尾甲德佳讲搁大改造吼，要用完愈舒适愈有特色，啊咱的观音瀑布吼，即个咱的前瞻计划是3.4亿，吼啊搁加上阿妈做伊本身家己个准备事情啦，所以将近4亿在到底观音瀑布周边。过来就是讲，咱的这个毕业会场上，吼，会题是咱拢知影，会题知名的电影《儿子的大话》，我们在里面。主办单位表示，所有意见拢真宝贵，也是要来听取和沟通的重要建议。希望在大家的共识之下，顺利完成嘉义县政府争取经济部予伊鹿苑客家文化园区新蜕变的机会。谢谢新闻采访中心，德佳乡采访报道。